欢迎各位收睇律师现场直播，而家系2010年6月6日13:31，我系律师八二。嗱，虽然咧之前我讲过嘅，唔会再喺 YouTube 里面咧就再讲政治，但系咧呢排咧发生咗一啲嘢，就搞到我自己又忍唔到口。嗱，最近咧科大嘅陈奕希咧就喺香港嘅政改广告里面出现，咁啊讲咗以下嘅一番说话，就系话任何嘅发明同埋设计。啊！喺開始嘅時候咧，都未必係十全十美嘅。但係如果唔起步咧，又點會有成功嘅機會咧？咁樣咁呢句説話咧，係表面睇起嚟嚟講咧，嗱，我係同意呢句説話嘅。但係如果用呢一種嘅説話嚟作為藉口，嚇、啊，夾硬將一個缺陷品推銷到市面，呢、這個係極之不負責任嘅説話。嗱、啊，無論作為一個科學家又好，發明家又好，定係一個開發者嚟講，如果自己搞出嚟嘅嘢明知係有嚴重嘅缺陷，就應該自己閂埋門，好好咁樣修理好佢，而唔係夾硬咁將佢推上市面，甚至欺騙啲使用者、消費者，用一種嗱呢個係初版嚟㗎，有缺陷㗎，係必然㗎，呢啲咁嘅藉口嚟叫對方硬啃咗佢。呢、这個不但止嚟講係對使用者嘅一種欺騙，甚至嚟講係一個對科學家、發明家、開發者嘅一種侮辱。嗱，相信各位咧都好多人都記得嘅。啱啱咧，豐田汽車 Toyota 就發生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嗰間公司就因為好大氣功，漠視咗產品嘅質素，甚至到明知自己產品係有問題，都由得佢繼續發售喺市面上面，到最後點呢？就是、因為咁嘅樣，蝕咗好多錢，死咗好多個人。無論係科學家又好，發明家又好，定係開發者又好，都應該以呢件事引以為戒。而我自己作為一個程式開發者，一個 programmer， 嗱，開發所遇到嘅問題咧，我自己亦都好明白嘅。要一步登天，搞出一件完全完美无瑕、十全十美嘅产品，问心我句，要咁样推出市面，的确系一件非常困难嘅嘢。而我自己呢，亦都成日因为呢唔小心大意，而有阵时呢都会搞咗好多大头发出嚟。但系即使系咁，我哋呢都会进行一大堆嘅测试，确保产品系冇问题。即至少我哋啊系唔会啊睇到一个产品明明系有问题啊，先拎出街咁樣。咁我哋公司又為咗確保產品質素，會首先啤一千件產品樣品出嚟進行嚴格嘅測試，先至會咁樣大量生產拎出街。我自己啊，個人興趣寫一隻手機嘅 wallpaper 程式啊，都會喺自己嘅手機上面啊溫夠一個禮拜嚇 ，confirm 啦，應該冇問題啦，即至少自己唔會望到有咩問題啦，先至夠膽抌上去俾人哋下載 download 嚟用嚇。但係咧，我哋咧係唔會由得一件有缺陷嘅產品直接抌上市場，然後咧就由得嗰啲使用者變成白老鼠嚇、啊。即使真係咁唔好彩，抌咗出街之後先至發現有問題，我哋亦都會用盡辦法，盡快咁修補好佢。如果一件產品有30條筆，今日就算係唔夠時間殺唔曬嘅，喂！大佬至少你都殺夠一半啦、啊，殺夠15個啊，你先至再拎個 update 出街啊，咁樣咁剩翻個15條筆，剩翻個一半嘅，你咪再爭取時間，努力啲去殺咯，咁樣。但係而家嘅問題係點呢？而家嘅問題係你而家有30條筆，你由得佢唔理，仲放多5條入去。我想問呢、這個係唔係一個科學家、發明家同埋開發者應該嘅態度？老實講，當年咧，陳奕希咧，能夠得到科技嘅破格取錄，我當年係非常之高興嘅。嗱，我高興唔係因為我係科大嘅校友，唔係因為科大多咗個明星，而係因為當年我以為佢係一個真心做科學、做發明、做開發嘅年輕人，而呢一位年輕人能夠突破呢個腐敗嘅，即係錯誤嘅會考制度嘅束縛，得到一個大學教育嘅機會。我認為呢個係一件好事，我亦都好希望佢能夠喚起香港裏面有創意嘅年輕人嘅希望，令到佢哋更加有動力去發揮佢哋嘅專長。但係結果點呢？好可惜，
我真係唔知道佢喺大學嘅生涯裏面到底學咗啲乜。作為一位大學生，唔單止要有知識，仲需要有正確嘅價值觀。但係大家唔該睇下佢，居然係連明知係有刺，明知呢件係刺科，叫大家當係白老鼠咁啃咗佢嘅説話，嚇、啊、都咁樣都可以講得出嚟。老實講，我自己作為一位程式嘅開發員，作為一位科大嘅畢業生，對於科大出咗一位咁樣嘅所謂嘅科學家、發明家、開發者嚟講，我係感到非常之悲痛，非常羞恥。今次嘅律子現場直播就到呢度結束，多謝各位。